总经理杨书记，谭书记，总经理各位领导，各位代表，我叫马德福，简直担任景坛丛党支部支部书记。今天这个现场会嘛，我想斗胆的把名字改呀，把这个腿逛法站搭棚蘑菇产业现场会，改成景坛丛搭棚蘑菇宣传腿小腿逛会。说，照口念，照口念。 书记，这个是给我准备的发言稿，但是我今天不能照着稿子念，我要给各位领导、各位代表讲一下我们景坛丛的真实情况，讲一下我憋在肚子里的话。马德福，干什么？走走走走走走，把他放开，让他说。杨书记，我先说明一下，我不是想趁着领导在这儿捣乱的。 我也没有啥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，想要借着现场会制造影响。我就是想趁着你们领导在这里，我代表大家向你们求助，想请你们给我们想想办法，把我们种出来卖不出去的股给卖出去。马支书，对不起，我要打断一下。报上那篇文章我看了，自称蘑菇销路很好，一度还遭到市场的疯抢，股民一个棚就能赚到两三千块钱，难道那篇文章有问题啊？ 文章没假，数字也正确，情况都属实。那到底是咋回事情？这就要从陈县站还没有走，叫记者来采访的时候说起了。你给大家详细说。那个记者采访完没有多长时间，我们的村民看见中谷能挣钱，一下子大家都开始建棚种谷了。那个发展速度特别快，种谷嘛，周期短，这一下子产量就起来了。 然后股价就一天一天的往下跌，直到现在卖不出去了。当然，刚开始建棚种谷的人确实赚着钱了，但是后面在种谷的人都赔了。村民们也没有经验，也不了解市场，看着自己种的谷一批一批的烂了，一下子都啥样了。林教授帮着大家建了一个保险库，但是一个保险库储藏不了多少蘑菇，还是有大量的蘑菇每天都在烂。 书记，我能不能请我们的专家组的人给你详细的讲一下具体的情况？